往往有好多网友在问，我又懒又不愿意管它怎么办？那么我觉得像这个上水式的盆景呢，种上砧柏就比较合适。为什么比较合适呢？砧柏这个树种本身可以说是耐寒、耐干、耐湿、耐酸、耐碱，就是耐贫瘠、抗风都非常可以。这种砧柏类的树种种在这样的上水的那个山上呢，你基本上就可以不用管它，那就是正儿八经的这种懒人的一种做法。我把水只要淹到这儿，放到这儿，它那个石头能够自己上水供水就可以了。柏树类的树种呢，干松湿柏，柏树要稍微湿一点，但是呢，它同时它具有这种特性，它长得也比较慢，它又能够耐一定的旱，也能耐一定的湿，所以你基本上比较懒的一个做法，你就可以生长的比较可以。我是老楼。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盆景艺术感兴趣的话，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，共同成长。